爱情，你有因为你的外国老公而放弃什么吗？放弃了我所有台湾的工作。你那时候跟他谈恋爱到处跑是吧？对，因为我那时候还是男朋友的时候，他会到，例如说可能东南亚的一些泰国啊、韩国啊一些亚洲国家工作，那我就会想说，我就要跟着他为爱走天涯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唱片公司要跟我签约，我就推掉。对，有一阵子，正当红的时候，是不是奇怪人怎么不见了？然后经纪人要签我，我也觉得不好，因为万一我去到其他国家，他要叫我回来，不能出国。现在会不会后悔？其实也不会啦，也还好啦，就是出状况就后悔。我刚才在讲说，他们结婚16年，我在算的时候，我才结婚14年，还有2年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乌鸦嘴。但是我们这边问一下黄永福老师啊，超越，什么手面相的女人啊？碰到了爱哈、啊，爱就愿意付出。其实大部分的女人好像都是，很多女人都这样。大部分都是，只有现在渐渐很多比较不愿意的，对，就我们的大部分的哈，世俗中啊，很多女人就是有点爱情的时候就盲目了，为爱就付出一切，啊，更惨的我们台湾话嘛，爱到呢她惨戏啊，也有遇到这样子的，哦，那这种的女人长相，我把它列出4项特色来，哦，每一项都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说第一项。第一项呢是这个女孩子啊，长得蛮漂亮的哦，一般的爱这个付出所有的都长得还不错。首先看一下眼睛圆大，然后呢双眼皮又睫毛长。好，我们一项来讲，眼睛大跟眼睛细长这两个不同，眼睛圆大的比较重感情，眼睛细长的呢比较精明，做事情比较冷静。那其实呢来讲双眼皮也是这样，双眼皮比较多情。哦，那么单眼皮呢比较精明，重感情。那再下去呢，睫毛长也是一样，小孩子睫毛长，到了长大，因为睫毛会比较短嘛，所以女人你长大了睫毛还很长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候还比较天真，比较单纯，都什么都还一直还在把爱情当成幻想之中。所以这三个结合，哦，当然一个女孩子不会可能三个都到了，中两个很可能嘛。又眼睛大，那些你看那些红颜薄命的哈，都大概都是这样。眼睛大大很漂亮，又双眼皮又睫毛长，结果呢，她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很吃亏上当。尤其遇到渣男的时候呢，她很相信那种花言巧语，因为她比较重感情嘛，比较没有那么理性嘛，感情重于理性，所以呢，花言巧语，渣男一来，她有的故意忘记啊，昏去掉了，所以说很容易就她付出所有，她什么都不要了，整个都付出去了，被迷住了。好，这是第一项。这个我们常看到的大概是这一项了哈，第二项也是，第二项呢是看我们其他的，一个是看嘴唇，嘴唇厚还有眉毛细长，嘴唇厚是啊，嘴唇厚跟嘴唇薄来比，嘴唇薄的人比较薄情，也不能说他薄情啦，对感情就没有那么着重，比较冷静或者比较理性，那嘴唇厚的呢就比较感性，感情放的比较重，那另外眉毛细长也是一样，眉毛细长的跟眉毛短的，哦，有眉毛短的或者眉毛比较那个短短粗粗的哈，那种来比较之下的话，细长的呢比较重感情，哦，比较在感情着重，甚至不计一切啊，整个都付出去了啦，真的所谓的盲目的哈，是这两项。第一项、第二项这两项呢，在我们人相学常常看到。那下面我第三项以后呢，就比较少看到了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也是比例上很高。第三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看到女孩子这边。有个美人尖，是很漂亮。美人尖呢，当然比较之下，我不是说美人尖一定好或不好了，只是美人尖呢，一般来讲比较温柔体贴，顺从男人，然后很担心男人不要她，为男人会鞠躬尽瘁。美人尖的来讲，当然也有一个例外不讲，因为现在有的人都还修掉了嘛，你就看不出来了。是，但是美人基本上比较有这种特色，而且很有趣的。越是美人尖，越是会遇到所托非人，越会遇到那种不对的对象，哦，或者遇到对方已经结婚的，结果他付出一切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哦，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四项，第四项我先讲一下，哦，很少有，哦，因为我们已经列出来，第一项、第二项最多，常常看到，到了第四项这种人比较少。但是，一旦出现的话，我希望没有人这种了哈。如果一旦出现的话，这种世间这种女人实在太可怜了。好，就是我们手上有两个纹，左边这个纹呢，叫做为爱牺牲纹；右边这个纹呢更难听，自寻死路纹。
好，先讲左边的，左边的这为爱牺牲文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，一般感情线的尾端是要往上的。或是平平上去，是，但是有些人感情线的尾端主干线哦，尾端通常会有分叉了哈。是，以主干线来看，感情线的主干线竟然是往下的，就是在为爱牺牲。例如说明明知道这个男孩子不要他，或明明知道这个男人不可能，这个男人根本没有那个各种条件会在一起，但是他还为他付出，例如说替他付学费，给他生活费，养他。吃他、哦、睡他，有很多很多、啊、很多听过这个，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最后不会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他还是无怨无悔的愿意付出，为男人付出、嗯、哦，这在为爱牺牲文。那更惨的是自寻死路文，自寻死路文是注意看，智慧线呢一般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哈、哦，这样去，但是有些人智慧线是往内弯进来，哦，一直弯到生命线过来的，嗯，这叫自寻死路。自寻死路就是说。也是一样，对方呢可能是已婚或者家境也不可能，条件人家也没有要喜欢他，但是他就是不准这种，因为智慧线代表头脑嘛，他往下来的话那种都能感这个阿达玛哈想不开了，他不准了，女男人已经不可能了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但是他可能会最后会牺牲生命。但是如果男人撩他，撩他说、哦、我们一起来死好不好，哦，那更不得了了、哎、那一定是一起去被骗了，可能只有他死，男人没死，就是自寻死路，就是为了男人，他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不要到生命。如果男生哈，我们看到那种个性上，如果男生说不然我们一起去死，女生通常都会就跟着，女生通常都很敢哦，就够了，对不对哈？可是如果说我们一起去，男生大部分都跑掉。这条线，如果女孩子很不幸哦，出现这样的线往内的话，注意她的心情。还注意到他交什么男朋友，做父母亲的、啊、注意这个女儿交什么男朋友。是。那么一二三呢？那就大家请观众朋友参考。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